婷，他是空中小恶王，目前在昆虫界排名第二。虽然他这里翅膀受伤了，只不过他全力飞行的速度是非常的快。来，飞吧！哇，很快，对不对？现在里面这一只是博士蜻蜓，世界上有非常多的蜻蜓，然后它就有公跟母的分，只要看它的腹部有一个突出就是公的，没有的话那就是母的哦。下次见哦。